哦，我知道你是谁。谁？那个谁啊？谁？啊？你是我的粉丝吗？你要拍照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，来。我是阿明啊。哎，跟你同班同学那个阿明咯。哦哦哦哦。我懂。怎样？好吧。怎样？女孩子。有。我有两个。哦，我有三个。还没说完，我两个男的，两个女的，一共四个，多你一个。 很多人说我老婆像范冰冰哎，很多人呢讲我的老婆像李冰冰，这是白冰冰吧？你叫什么工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是 super star， 这么巧？啊，你也是 super star？ 哎，你有没有听过？ 你现在是电影公司的老板，专门捧这些 super star， super star。Charlie，啊，我开车打工，开什么车？哎呀，普通的车，每个马来西亚人都会驾的，法拉利呀。哇，跟我一样哎，我的妹也是开法拉利去巴刹买菜的嘞。 哎，有东西掉啊！什么东西掉？你的 standard 掉了啊！我的薪水比你高，一年100000呢！我的薪水60000，一个月。我长得比你高啊！我的孩子比你高，我的血糖比你高，我的血压比你高，我的胆固醇，我的脂肪，还有我的贷款都比你高啊！我赢了！我先走。哎，我先走。我先来，我先走。我先走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先？我先。哎呀，真的给他先走。